好，我们上课。现在讲《阴阳影响大论》的第二段，教材29页的下边。这一段可以概括一下，它是讲阴阳转化，阴阳转化与应用。我先把它读一遍：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胃，胃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精似气，形实胃。这个读音呢，第一个十字只能读成四，第二个读音呢，读成四，读成十都可以讲。精四气，形十味，和精四气，形四味。化生精，气生形，味伤形，气伤精，精化为气，气伤于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胃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实气，气实少火。哎，这个实也可以读为四，不同的读法，就是气似少火，气实少火。那么我现在如果读成气实少火，那就按照我们教材注上的张介宾的注，张介宾就把读成气实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气味心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下边我就把这一段串讲一下。主要的是讲阴阳转化的问题，但是呢还又把这个阴阳的概念呢又描述了一下。具体的来说，水火相对而言，那就是水为阴，火为阳。或者说用什么来形容阴阳，用什么具体事物来比喻阴阳呢？用水火最合适。所以他先拿出来说水，比如说水就是阴，火就是阳。因为火就主动啊，就主热呀，火苗子往上升啊，很少火苗子往下降，它没有啊。水呢，水主静啊，水主寒凉的，水要向下的，所以用水火来比喻阴阳很恰当的。嗯，所以他开始呢又比喻说水为阴，火为阳。那么在这个基本的认识之下呢，又讲到这个跟医学密切相关的问题了，就是药物和饮食的气味。气有寒热温凉，味有酸苦甘辛咸嘛，四气五味呀、那么气，寒热温凉之气，或者说升降浮沉，升降浮沉也可以叫做气。饮食或者是药物都有这个寒热温凉之性，当然你要用五性的话就处有个平性，寒热温凉平。那么按四性说呢，它就是寒热温凉。这个是叫做气。胃呢是酸苦甘辛咸五味。那个四气或者叫五气，对胃而言气就属阳。五味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对那四气而言，五味它就是属于阴啊，所以气为阳啊，阳为气，阴为胃，那么就等于这样规定下来了。气它是活，相对来说是活药的嘛，胃是有形止的，所以阴为胃。下边呢又有若干个归字，胃归形，形归气。
这归字啊又有两种含义。一种含义，归是充养的意思。第二个意思是仰赖的意思。充养就供给，仰赖就接受。这一个归字啊就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味归形，味是饮食药食的五味啊，酸苦甘辛咸五味啊，比如说只是饮食物都叫五味嘛，笼统来说嘛。归形就充养着形体，这个很好理解，我们吃了东西之后使身体强壮，吃了饮食物，那么所以充养形体。而形归气，这个归呢就做仰赖解释了，而形体仰赖着气，仰赖着气对它的支持。什么气？是水谷精微之气，形体仰赖着水谷精微之气的补充滋养。气归精，这个归字又是充养的意思，等于第三个归又是充养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供给的意思。气，水谷精微，水谷之气充养着人体的精气，人身的精需要水谷精微之气的充养，所以叫气归精。精归化，化就是生化，就是化生，就是蒸化，就是气化，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精归，这个归又是仰赖了，精气的产生是仰赖着气化才产生的精，因为精相对而言是属于阴了，阴的产生需要阳气才能化生为阴精，所以精仰赖着气化。下边精四气，形四味，读成四，反过来说，精又供给着气，饲就饲养嘛，给别人，给他，这属于叫做赐。饲精是饲养气，要气需要阴精来化生，气的产生需要不断的有阴精来化生啊，阴者藏精而起气，阴精不断的化生，化成什么？化成是阳气，精四气。形，说是这个，我说读成食也可以，形食味。形体是消耗了五味。再有化生精，那是和前面的意思是相同了，就是精归化呀，精气需要仰赖气化吗？所以气化就能生成阴精，能生成精气，是化生精，精就是阴精，就是精气。气生形，那么气，水谷精微之气就可以充实人的形体啊，就跟前面的精归形归气是一个，等于进一步又说明那个形归气了。形归气不就是说形充养着这个仰赖着气的充养吗？那么气生形呢？那么气生长了形体嘛？所以和前面的这个气生精，和前面的气生形，和前面的这个形归气是一个意思。味伤形，味就是饮食五味。伤形，饮食五味，味本来是可以养形体的，对不对？味归形，味充养形体的，
但是如果五味不当，失调过太过，那么它反而伤害形体。将来我们会要学到的啊，说因之所生本在五味，人体的形体五脏啊，它的生成，它的生命活动仰赖着五味，饮食五味。但是因之五功伤在五味，五脏之气啊又可以受到饮食五味的伤害。为什么呢？失调了，太过了，偏嗜了，都可以伤害形体，伤害五脏。所以这说胃伤形，那也就是说正常的调和的它就养形体，失调和了那就是伤害形体，说胃伤形。气伤精，这个气还是说的水谷五味之气。本来气是归精的，是充养精气的，但是同样的是讲的失调不当，寒热温凉叫做气，寒热温凉太过了，同样的伤害人体的精气。所以气伤精，精化为气，阴精不断的转化为阳气吗？阳气是可以散失的，散失了没有来源不行了，来源是哪儿？来源是靠阴精的转化，精化为气，气又可以伤于胃，由于五味太过而损伤人体的气。所以上面这段呢，火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胃，这是确定下来的。后边这几句话都是转讲的转化，而且呢用同一个字啊，归呀归呀，一个归有不同的解释。所以啊中间这几句话是比较费事的，解释起来比较费事。但是有一个点，我看这个要应该掌握。掌握什么呢？就是掌握它是阴阳行气精气它是互相转化的这个基本观点。我看可以了，这个不需要背，背起来很难，背就串了。啊，但是呢你要掌握的基本观点，基本观点就是阴阳之间行气气味精气之间它们是互相转化互相依赖的。但是如果失调的时候又互相有损伤。当然水为阴火为阳，阳为气阴为胃，这个不用背也记住了。再往下说，阴胃出下窍，阳气出上窍。胃属于阴，它的作用，因为它属阴，所以它有向下的作用，有出下窍的作用，所以用大苦的苦寒的大黄，那就泻下，阴胃出下窍，阳气出上窍。那个温热性质阳气的药物，那么它有向上升散，从上窍而出的作用啊，所以有宣肺的，你像宣肺，然后很重质量很重的东西来那宣肺的，是不是不大用？它阳气出上窍，因为前面也讲了嘛，讲这个上窍下窍，上一段就讲过了嘛，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嘛。胃属阴嘛，所以阴胃出下窍，阳属气属阳嘛，所以阳气出上窍，和我们讲的第一段那是相同的嘛。这个阴胃出下窍，阳气出下窍，胃后者为阴，薄为阴之阳，以及到这段的结束，从这开始到这段的结束，仍然是需要熟记，甚至需要背诵的。因为这个又是个最基本的理论。胃厚者为阴，也就胃本来就是阴，胃要厚的呢，实际上就是阴中之阴，对吧？胃为阴吗？前面不讲了吗？阳为气，阴为胃吗？胃属阴，胃要厚呢，厚胃呢，那就是阴中之阴。薄为阴之阳，胃薄的那是阴中之阳，那是阴阳中又有阴阳了吗？气本来就是阳，但是如果是气厚的，
那就是阳中之阳，气薄的就是阳中之阴。下边又进一步讲，气后胃后则泻，胃后了就有泻的作用，比如说大黄苦寒的就下泻作用，脖子痛胃薄的，那比如说这个竹苓茯苓这些是薄的，就有通，有通便呢，这样通的作用。利小便呢，它跟泻下的作用不一样。气薄则发泄，寒热温凉，气薄，那么就有发泄的作用，向外发散的作用。比如说麻黄有发散的作用，气薄。但是气候呢？气候了就是阳中之阳了，所以可以使人发热。比如说附子肉桂，这是气候大热之药，大热之药如果用了不当就可以使人发热嘛。啊，当然是如果这人是虚寒阴寒，那用些大热之药使他发热也就不阴寒了，也起治疗作用。这是气味阴阳，阴阳中又有阴阳，分出厚薄来。下边讲，壮火直气衰，少火直气壮。壮火少火在本段子里头看来同样是讲的饮食的气味，同样是讲的啊，饮食和药物药食的气味。大热的啊，气候的那叫壮火，比如说乌头附子这些大热药，大热药用起来可以使人正气衰弱，消耗人的正气，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少火是指的温性的药物，比如说人参当归之类是温性的，跟那乌头附子不一样，那乌头附子大热药弄不好的话特别容易消耗人体正气，而温性的药呢它叫少火，可以助长人体的正气。刚才我说了啊，举例来说人参当归之类它是温的，它可以补养人的气血，这个气啊是人体的正气嘛。壮火之气衰可以使气衰，温性的补养那些药可以滋养人体的正气，所以说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这个食，哎，又是消食的食，是这个意思了。壮火食气，第一个食字，壮火食气的食，是腐蚀的食，消食的食。啊，壮火啊，是大热的，后味的东西，后啊，大热的东西啊，跟前面所说的壮火直气衰呢，是一个意思。消食人体的正气。气食少火，这就度成我们平时度的饮食之食了，吃。都吃讲，气食少火，那就是人体的正气需要少火给它的滋养。我说第二个食字，气食少火这食字也有度为四的啊，但是呢，我是从张介宾的注解释的话呢，就度成十了。也就是说，少火呀可以滋养人体正气，和前面的。少火之气壮是一个意思。同样的，下边这句话，壮火散气，少火生气，那不等于进一步解释了吗？壮火食气，消食人体正气吗？所以就壮火食气吗？少火生气，少火可以生长人体的正气了，所以前面叫做气食少火呀，可叫少火之气壮嘛。所以后边这句话和前面意思相同的。这是说根据这一篇的这个，根据这一段呢，前面是讲的药食气味，接下来谈壮火少火
把壮火少火解释为药食的气味，药味纯，气味纯阳，那就说明它是壮火，气味少阳之气，温暖的，那就说他把它叫做少火啊。具体来说，举例子来说，无头夫子那可以说属于壮火，而当归人参呢，它是温性的，那可以叫做少火。这是从本段前后文艺联系起来是这样，但是在后世医学家对这个少火壮火的解释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把它看成人体中的火，壮火呢就说是过亢的火，少火呢是说正常的阳气，少阳生生之气。哎，就是或者换句话说，少火是说的是生理之火，壮火是说的过亢的邪火，病理之火。这是医学家们进一步解释引申成为这样两种，一种是说药食气味纯阳，纯阳之品，那是大热，那叫做壮火，温暖的温性的那些药品有滋养人体正气的作用，那叫少火。这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把生理之火叫做少阳生生之气，是叫做少火。把病理过亢之火，消耗人体正气的邪火了，那叫做壮火。啊，应该知道壮火少火的解释有这样两种。啊，第一种应该是属于内经本意。第二种应该是引申发挥，它也是对的，因为它也解释人体的正常的生理病理问题，这样解释符合临床实际。那所以呢，这个问题啊，应该要记住啊，因为咱们过去经常的在这上发生了含糊，有些同学。下边。气味心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实际上这是说的，虽然说的是气味，但是重点是在说的胃。心胃和肝胃药具有发散的作用，所以叫做阳，属于阳。换句话说，五味都属于阴类的，对不对？但是五味当中还可以分阴阳啊。五味对于四气来说，那不都属于阴吗？但是五阴阳中又有阴阳嘛，所以五味当中心肝发散为阳，心胃药有发散的作用，属阳。肝胃药怎么也叫发散作用呢？其实肝胃药是滋养的作用，对不对？肝胃有滋养作用，肝胃药属于脾土，肝胃入脾土，脾土呢脾胃中央灌溉四旁，脾土为中央的位置吗？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哎，脾土在中央，灌溉四旁，滋养其他的四脏，滋养全身，后天之本。那么从中央布散到四方，也可以属于布散。所以叫心肝发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它都属于阳。而酸苦味的药，它具有涌，涌是催吐，泻是属于泻下，酸苦之味的药是涌吐泻下，有形之物。涌吐吐什么？吐的痰涎，吐的素食。泻下泻的什么？大便小便嘛。酸苦或者上涌或者下泻，涌吐的有形之物，所以酸苦涌泻为阴。那个它在药味的分阴阳来说，酸苦味化成阴了。这个上头呢，你看说是五味吗？这怎么成四味了？后其他的文章里头啊，这个有咸味涌泻为咸味渗泻为阴，不是本篇的啊，其他的篇章的《治真药大论》上的。
咸味为阴，哎，还有淡味，这没有哈，治疗药当中还有淡味，啊，不是肾泻，还是涌泻，咸味也是涌泻，咸味也是涌泻，淡味是肾泻，淡味肾泻为阳，这是不是本篇的了？本篇只说这个。心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那么在内经里其他篇章呢也有谈到了，那么咸味涌泻为阴，淡味肾泻为阳，那就补充了五味都出来了，甚至加个淡味就出来六味了。淡味可以啊，比如他不是说茯苓也属于淡味的吗？有肾泻的作用啊。涌味咸味的，咸盐有呕吐的，淡盐汤痰吐嘛。这是从这个基本性质上头，从这个药物的气味啊，这里重点的是说的味不同的作用，可以大体上把它划归为属于阴属于阳。这就是我们把这段呢这个串讲了一下。这个刚才我说了，从29页倒数第一行，阴胃出下窍，阳气出下窍，胃后者为阴，薄为阴之阳啊，气后者为阳，薄为阳之阴等等的，这一道到末尾，气为心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泻为阴，应该是背下来的。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理论阐释的问题。理论阐释第一个，咱们教材上写的是气味行经的阴阳属性及其生化关系。这个我们来看一看，主要的是知道这一段是重在阴阳转化，知道这个理就可以了。知道这个理就可以啊，经化为气，气生于胃的等等的，这样知道这个转化关系。但是在这个第一个问题里头，也就气味行经的阴阳属性及其生化这个里头，31页上边那个第一个小的自然段也属于那个问题的，应该看一看。看看什么呢？他说药食气味既能充养人体的形体精气，但过度摄入则反能伤害形体精气，这前面有了啊。这个不是讲的是精化为气，气伤于胃吗？啊，这个胃伤行，气伤精吗？那都是讲的这个摄入过量了，不当了，反而伤害人体的精气了。同时呢，这又引了后边可能要提到的，咱们教材上也有了这下边这段话，治真药大论上的，所以五味入胃，五味入胃各归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心先入肺，肝先入脾，咸先入肾，是先入，它有先入啊，酸先入肝嘛，酸味先入肝。他们这个最后结论是说，久而增气物化之常也。你要用一种气味用多了，那么它增长有关气，那是可以肯定的，久而增气物化之常嘛。比如你老吃酸味药老助长肝气去，那肝气可能盛了，这是正常现象。但是气增而久，腰之有也，说如果你还要给它增的过久了，那就灾殃的由来缘由，腰就灾殃嘛。所以任何事物呢都要掌握一个适当的度数啊，饮食五味药用药啊，同样的道理，要掌握适当的度数。过分的用，说这个东西好天天吃，说这个营养品天天补，补的不当出毛病的并不是少数嘛。啊，什么东西都一样。所以他说久而增气是物化之常，气增而久是腰之有也。尽管开始是好东西，如果你用过了，同样是成为对身体有害的。
甚至夭也可以理解为早亡，早亡的缘由，灾害的缘由。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所以在本段当中呢，也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有才有未伤行，气伤精，气伤于胃之说嘛。这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理论阐释当中还是关于少火壮火的两种解释，刚才我提过了，但是这里呢，我不妨再把这个注家的话再进一步的咱们再串讲一下。比如在这个问题当中的第三行，正文第三行，就关于壮火少火含义的第三行，咱们引了马识《黄帝内经素问注正发微》，引了马识的解释，因为马识就举了一些具体的药物的例子，便于我们理解。马识说，气味太厚者，火之壮也，故发热。气味之温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做污人之气，见而生旺啊！用少火之品，人身之气可以逐渐的旺盛起来，而易壮矣啊！说少火之气壮吗？如用深闺之类而气血渐旺者是也。非他就是马识的这种解释呢，解释少火生气啊，那么就是用药食气味来说的。那么重新来看一遍啊，气味太厚者，火之壮也，用壮火之品，则无人之气不能当之而反衰矣。如用污腐之类而污人之气不能胜之，故发热。乌头浮子之类是壮火之品，所以可以引起人发热。气味之温者，火之少也，用少火之品，则污人之气渐而生旺而易壮矣。如用深闺之类而气血渐旺者是也。这是说，这个我们是引证了马识的素问注正发微，他把壮火少火就是从药物那儿讲。另一种解释认为少火是正常生理之火，是指人体的阳气，或者叫做阳气当中有阳和温虚作用的，那叫少火。壮火是指抗烈为害之火，也就是说阳气过分的抗盛而所产生的邪火。阳和之火能够温养阳气，抗旺之邪火则不仅消耗阴精，而且也损失了阳气。那么引证的是张介冰的注释，这个注释都挺有道理。你看张介冰说，火天地之阳气也，那是很好的，天地没阳气，天地没有这个阳热之气，那万物怎么生长吗？所以火天地之阳气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故万物之生皆由阳气，阳主生。但阳和之火则生物，抗烈之火反害物，故火太过则气反衰，火和平则气乃壮，壮火散气故云实气，由言火实此气也。少火生气故云实火，由言气实此火也。此虽成气味而言，这虽然是接着气味来说的，是吧？因为咱们叫这个原文上是在讲气味之后才讲的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嘛。成是接着嘛。这段话虽然是接着上面气味来说的，按内经原文接着气味讲的，但是造化之理，少则壮，壮则衰，自是如此，不特专言气味者。也就是说，少则壮，壮则衰，这是万事万物都有这个过程，不单是这个气味嘛，所以他又把它引申到人体的生理和病理之火上来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又谈到了
后一种解释是从生理病理角度阐释气火的关系，对中医学术理论做出进一步的发挥。这样的观点不单是张介宾啊，其他医学家也有，比如这里所说的李东垣所说的相火元气之贼啊。可要知道啊，李东垣在张介宾的前，从他们生卒年代，李东垣在前啊，张介宾是明朝人，李东垣是金元时代的人，只是这从学术观点上说，说张介宾啊那样的解释比较妥，比较好，解释的很透彻。李东垣呢也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嘛，他说相火元气之贼，李东垣相火元气之贼所说的相火，那就是指的咱们教材上刻着后世引申上所说的元气之贼的相火，就是壮火了。而朱丹溪所说的气有余便是火，那火当然也是过炕之火，要不怎么气有余嘛？有余的就是火，就是壮火。这是关于这个壮火少火的含义啊，从理论阐释方面咱们这教材呢这样点出了个问题。当然你要研究理论问题，那还有很多可以值得研究的，这一段谈了不少的理论问题了，只不过呢从重点来说是从气味行经的阴阳属性及其生化，或者第二个呢从壮火少火的含义方面做一提示。下面的临证指要，临证指要呢是重点的，是谈到了药食气味性能的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气味厚薄，对不对？气厚则发泄，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味厚则泄，味薄则通。这是说是气啊，气厚则泄，气薄则通。胃呢，心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那么这个作为药学的基本理论，那么在我们中药的使用当中，指导临床实践当中，意义是很大的了。所以咱们教材又举出来后世医学家在这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重点的点了几家。一个是张元素，金元医家张元素医学起源，他列有用药法相一解。你看他叫用药法相嘛，都是取类比相的思想嘛。我们阴阳阴阳大论也是叫的相嘛，所以医学起源这解的名字他就用的是用药法相。他有一段论述，而且举了很多药物的例子。特别是又提到了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创制的经方。那基本上可以说，笼统的说，张仲景的用药和《内经》的这些个理论，特别是《阴阳阴象大论》全篇的，不单是心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全篇的理论我看都出自于这篇，都可以找得到。也就是张仲景所用的113方《伤寒论》，还有金匮的若干方，从用方的理论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出自《阴阳阴象大论》。咱们教材上提到的桂枝汤是心肝发散，承气汤是后味胃后则泻，乌头汤是气后则发热，猪苓汤是胃薄则通，等等，都是秉承了这个《阴阳阴象大论》我们本段的这样的立法。而且张仲景的这样个治方又为后世医学家们所师承。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就除了咱们教材说的桂枝汤、承气汤、乌头汤、猪苓汤之类等等之外，再提一个方子，大家熟悉的这个瓜涕散。大家熟悉瓜涕散有两个药，对吧？一个是甜瓜涕，一个是赤小豆。瓜涕散就这两个药，一个是甜瓜涕，一个是赤小豆。
天瓜涕味苦之极，赤小豆味酸。做什么用的？大家熟悉，瓜涕散是涌吐用的，涌吐上焦实邪。张仲景配方子为什么用瓜涕和赤小豆呢？就是这儿内经这个阴阳先生大论上讲的嘛，酸苦涌泻嘛，涌是涌吐嘛，泻是泻下嘛，酸苦涌泻为阴嘛，有浊有形之浊邪嘛，所以属阴邪嘛。其实呢，在临床上用起来，瓜涕一味就催吐。但是张仲景在设这个方的时候，就是要用瓜涕，不同不是不不。不啊，不只是一个瓜涕，同时还要用了赤小豆，就是因为赤小豆又酸，酸苦涌泻为阴，那不是张仲景就是按这个道理用的了。当然，赤小豆本来有利脾的作用，对苦味瓜涕的毒性啊，可能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啊，所以酸苦涌泻为阴呢，所以张仲景的设方子就是按这个理论来设的。人家自己讲了转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炉要略等等嘛，但是把素问九卷摆在第一位。而且据我看，张仲景的治方就治方这一点，可以说在阴阳阴象大论这一篇里头都找到了张仲景的依据。这是我们讲的第二段，是关于阴阳转化的与其应用的问题。大家所要熟悉的是要背要记熟的是要阴胃出下窍，阳气出上窍之后，一直到酸苦涌泻为阴。重点的理论问题，知道阴阳精气的转化，要熟悉，那是第一是了解。第二，要理解，甚至于要掌握少火壮火的含义啊。临床指导的问题呢，那么应该从这段的学习当中，特别是有一定的医疗经验的同学们，应该更深一步的进行理解啊。这就是这一段的学习。下一段就是我们选的这个第三段啊，我们选了一共选了四段，第三段是教材的32页，这一段是讲什么问题呢？可以给它提要一下，是阴阳理论与疾病的联系，是阴阳的理论与疾病的联系。我先把它读一遍，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阴盛则热啊，阳盛则热，阴盛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寒伤行，热伤气，气伤痛，行伤肿，故先痛而后肿者，气伤行也，先肿而后痛者，行伤气也。风盛则动，热盛则肿，燥盛则干，寒盛则浮，湿盛则濡泻。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行，暴怒伤阴，暴喜伤阳。绝气上行，满脉去行，喜怒不解，寒暑过度，生乃不顾。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故曰：冬伤于寒，春必温病；春伤于风，夏生汛泻；夏伤于暑，秋必厥孽；秋伤于湿，冬生咳嗽。这不是讲的阴阳理论以疾病的联系问题吗？阳盛在阴病，阳盛在阴病啊，倒不一定是讲的
人体的这个生理病理问题。从自然上头也可以理，因为这个病不要单纯理解为人体有病，当然你理解为人体有病它也可以。凡是阴阳之间的关系阳太过了，那么都可以导致阴不足，阴受到损伤。病就是损伤嘛，就是伤害。正常现象是应该阴阳相互协调的嘛，阴阳相互为用的。那么如果阳气过盛啊，那么一样的，如果阳气过盛，那叫就是阴受的损伤。同样的，阴气过盛，阳气就要受的损伤。所以他说，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病就损伤，就伤害，受到伤害，受到损伤。对人体中当然也是这样，如果人体的阴气过盛，那么阳气就要受到伤害，就受到损伤。同样的，如果阳气过亢，阴精也受到损伤啊，所以阴虚阳盛，阳亢阴虚，或者说阴盛阳衰，这不是都有这种现象吗？只是从总的来讲，从阴阳总的规律来讲是这样。再有呢，阳主热呀，阴主寒呢，所以阳盛则热，阴盛则寒。自然界上阳盛也热，阴盛也寒，人体内的阳盛它也热，人体内的阴盛也要出现寒症啊，阳盛就见热症，阴盛就见寒症。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重是重叠的意思，因为物极必反，重热热而啊，就是又热，它就出现反而出现寒，寒而又寒，就可以出现热，物极必反。当然，再强调的，古时候只是说到极，说到重，我们现在才说在一定条件下的事物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现在我们才明确提出的是有条件，古时候只说是重和极，也可以理解为是有条件。那么如果把这几句话和前边我们上边那段的气味心肝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联系起来，如果作为前面联系起来，你也可以考虑阴盛则阳病。如果你使酸苦味药太过，酸苦涌泄为阴吗？酸苦味的药物用的太过的话，那就损伤人体的阳气，对不对？大黄泄的太大了，瓜涕吐的太多了，瓜涕散吐太多了，那也可以伤害人的阳气。所以阴盛则阳病，同样的阳盛则阴病，如果用阳热药用的多的，心肝药用的太多的话，也可以损伤人体的阴经。如果联系到前一段的那个内经本身并没分段嘛，分段是我们分的，联系到前面那句话的话呢，也可以理解为用药，因为药用的太多了，可以伤害人体的阳气，阳热药用的太过了，可以伤害人体的阴经。所以联系到前文的话呢，那么这一小节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总之，看到的是阴阳相互制约，阴阳相互消长，所以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又是因为阳主热，阴主寒，所以阳盛则热，阴盛则寒。同时又谈到阴阳可以转化，重寒则热，重热则寒。所以看来这样的三句话，他谈了很多的问题啊，谈了很多的阴阳的理论问题啊。这个今天我们讲课呢，就现在就讲到这里，下课。